我从学校走出来哦，今天上课上一整天超累的。哎，说那什么话？我看起来很像学生啊？啊，就岩壁嘛，奇怪呢，问那么清楚干什么啦？气死我了！我现在看一下时间。 现在距离妈咪煮饭还有2个小时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吃超好吃的美食。我要去泄愤，今天一开场就这样气我。不过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走学生快闪美食系列，准备好跟妹妹讲一起来去快闪了吗？那就让我们 Let's go！ 正在高雄新学江的路口，一阵阵的扁皮箱飘了过来，哇，是印度 Q 饼呢！啊，看起来哦，好像很好吃哦。放学的时候肚子正饿着啊，这个时候来一个 Q 饼，不知道有多好喝呢。啊，没想到手痒的咪咪酱哦，竟然还想偷学几招，哎，你可别帮倒忙嘿。老板，我还是请专业的来好了。 我不会甩，好难哦！我觉得很简单哎，我刚刚觉得看起来很简单。第一下，把它偏然拉平，好，这样哈，要有匀手的动作，很细。我可以试，让我试一次吗？下一次还没办法了，我还没办法试，这样直接失败，因为刚刚那个真的太难了。哎，其实很讲究哎，因为我刚刚觉得很简单，因为我以为那个面团很 Q， 对，就不是，它是很软，非常的软。 你光要用它，就其实一直粘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湿的东西不好做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专业的地方。人家说隔行如隔山，看它甩得很简单，其实很难。很难，真的是很难。很久了呢，这是秘密。那再撒一个起司下去。好，起司薄片，最喜欢吃的，脆脆很像饼干。哎，对。好，那撒一点盐巴。哦。专业。小小的就好了。小小一点，不然会太咸了。你要。 要不要你包？哎，要给我试试看吗？好，怎么用？就直接包到这样来。好，直接包。拉直，拉直哦。我觉得我又要失败。那，哎，好，对，好，对 ，OK， 超厉害，对，很漂亮，一次就成功了。好，有缺席步吗？好，很缺。哇，我做的，对，最后一个步骤是我做的。 我甩一甩一甩，薄透的面皮完全在老板的掌控之中，真正是好功夫呢。请问是第一次来吗？没有哎，我来了4、5次。哦，4、5次了，那你平常来这里都点什么？都点起司薄饼或蔬菜起司。嗯，怎么没有点肉类的？因为我吃素。哦，吃素。那你有觉得这一家 Q 饼跟其他家吃起来很不一样吗？就比较有嚼劲，然后口感比较好。 哎，咪咪讲，你的薄脆饼蓬起来了呢，可以吃了啦。当，这个呢就是刚刚咪咪讲跟老板一起做出来的薄脆饼哦，啊、哦，超香的咪咪讲，现在吃吃看，会流口水呢。嗯，好脆哦。哎，它这个啊，饼皮非常的薄，有没有看到？老板很厉害。 咪咪讲很厉害，我甩的是这个比较厚的地方，老板甩薄的。嗯，能听到声音吗？它很脆。嗯，那它起司是用，那这起司粉有没有用什么不一样的？它好香啊！是用高盖低脂的起司，就没有加工过的，就原始的起司。啊，好香哦。嗯，我觉得如果。 你没有很饿，然后你想要边走边吃，这个很适合拿来手上吃。对，接下来要介绍这个是咪咪讲的最爱特调肉，当当当当。好，来，啊，淋上一些酱汁。啊，酱汁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这很厉害哦。寿司，好，一点点 寿司 下去啊。嗯，好，会更顺口。嗯，哦，换这个酱汁。 很不一样哎，对，这是我特调的酱汁，它吃起来不会咸，就甘甘咸甜甜的。嗯，甜甜的。它这个啊，配到酱汁，它反而是 Q 哎，对，它变成 Q 的。我想我很怕吃到那种印度 Q 饼，是它泡到那个酱汁是辣的，对，它不是。
它真的是 Q 哎。那这个面皮是不是处理上比较不一样？不一样。那可以偷偷泄露一下，你怎么保存你的面皮？就温度要控制好，也不能够温度太高，也不能够太低。所以是恒温，对不对？对，在有固定的温度里面。可是我觉得它吃起来跟我平常吃的印度 Q 饼不太一样。像我这种撕皮的印度 Q 饼，没几家在做，这很因为这有比较技术性。刚刚那顾客很多钱，你都跟老板超熟了，在这里营业多久了？15年了。15年？15年也太久了吧？那应该很多顾客是那种从小孩吃到大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有一些从已经这边读书到美国读书，甚至嫁到美国去，到寒暑假的时候都会回来吃。你看看，有甚至带小孩子回来也很多。带小孩子回来，从小孩吃到大人，再带小孩子回来，有什么味道是可以让外国住在外国还回来台湾想要吃的？很厉害，流连忘返。如果你喜欢吃甜的，肯定要试试这里的人气王香蕉煎饼。香蕉煎饼，这个很火红哎，其实这一阵子蛮红的。对对对对，现在很多地方在做，那我们来吃吃看老板的有什么不一样，而且它其实上面有那个巧克力碎片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不一样。哇，这巧克力香真的快要让我翻白眼了，好好香哦。老板选用岐山山椒制作哦，口感味道跟巧克力都是十分的对味哦。那个香蕉的味道，我好想要脱鞋子去岐山奔跑的感觉。不过它吃起来就是有那种在地的感觉，然后又配上了印度的那个饼皮，超搭的哎。还加上它很不油腻。对，有一些饼都是很油腻，这个是不油腻，完全没有油。它吃起来就是你会觉得，除了这个酱汁让你觉得软啊，是完全感受不到那个油。对对对，因为其实刚刚老板在煎的时候有没有在加油啊？没有，煎的没有在加油。没有在另外加，只有在我们在一开始在甩的时候。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油是让它不会粘皮，皮没有油的话，它会粘在跟那个砧板粘在一起啊。只是让它不会粘黏的动作，就靠那个油来煎而已。我觉得太厉害了，它这个饼皮，我们刚刚吃到这三种，从一开始薄的，然后咸的，到这个甜的，一样的饼皮，但是不一样煎法跟手法，吃起来感觉真的很厉害，很不一样。而且，如果你没有试过，或者是你现在呢正在蠢蠢欲动的朋友们，赶快来到我们新旧酱，就可以吃到这个超好吃厉害的印度 Q 饼咯。冰冰酱，你也比较拜托的呢，才走200公尺就喊呢。气死我了啦！今天要不是机车坏掉，我也不要那样一直走，我脚超酸的。而且我现在嘴巴好干哦，我好渴啊，好。干嘛？那你看这下午茶餐厅啊，今天是快闪美食哎。不行啊，不要。背我吗？你这是哪一招啊？Ginky，接下来这家店哦，保证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不仅能解渴，还有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哦。哇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么浪漫的 Tiffany 蓝啊？
啊！我刚刚真的以为它是下午茶餐厅诶，没想到我们设计者竟然是被帅气的汪老板，所谓 Stanley， 好浪漫哦！为什么会想要设计这种颜色，然后而且是这种外带的饮料？哦，因为我们是独一无二啊！独一无二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而且我现在深浅就、我不是深浅，我前面就有一杯非常漂亮的饮料，哎、欸，这杯是草莓冰沙吗？对，草莓鲜奶果霜。哦，鲜奶果霜哦，连哎、欸、名称都很特别。来，咪咪讲喝喝看。哎、欸，喝得到那个草莓果粒的感觉。对，所以它是用新鲜的草莓下去打，它采用的是大湖的草莓打碎，然后再加入鲜奶一起调制成的冰沙。通常这个时间不是还没到草莓的季节吗？因为我们把打碎的草莓冷冻起来。哦，因为它要做冰沙，所以它可以冷冻。嗯，我发现其实我比较喜欢吃偏酸一点的草莓，所以像这种是冷冻过，它其实会比较偏酸一点，对不对？口感上会比较酸。我觉得这样口感啊，你吃起来其实你觉得不会觉得冰沙过甜，因为常常我喝冰沙都很怕会很甜很腻，然后喝到后面也会觉得很可怕，对，就很像喝糖霜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哦，好舒服哦。这一杯草莓鲜奶果霜就跟店家一样的可爱啊，等一等哦，还有更厉害的饮料哦。其实这个啾啾呢，它的构想的出发点，它是一个男孩子的领结。哦，哎，男孩子的领结，可是啾啾我都会想到是不是女生啊，就是很可爱这样子。因为男孩子的领结只有在一个时间点会用到。啾啾。对。啊，出席宴会的时候吗？对，盛装打扮的时候。哎，真的哎，男生，因为我们平常想到领带嘛，可是其实呢，我觉得啾啾是属于比较年轻一点的男生，然后比较凸显自己，哎，真的就是符合我们的颜色，又独一无二。而且如果是女生的话，你戴啾啾的时候是什么？想要被看见，就是你会觉得比较时尚一点的感觉，浪漫的感觉。浪漫的感觉。说到浪漫，这一杯可是很多女生必点的哦。啊，光是看渐层就很梦幻哦。嗯，我觉得它的玫瑰味还蛮重的，很香哎。它的那个荆棘的味道跟玫瑰的味道合起来，我突然觉得有点像是在喝香水，因为就像我们目前知道的一些香水，它其实就是很多种味道调和起来。那其实我发现在喝这边的饮料，真的会有一种在喝精品的感觉，因为它喝起来就是有前中后味，而且它会有那个两种味道搭起来，然后会有另外一种香味。我们在制作饮品的设计上，我们也是采用像香水的概念，采用前中后三味，然后组成一个让人家喝了以后不会忘记的味道。嗯，而且这种香味真的在外面你很难喝到，香在萃取上面是不是真的比较困难？相当困难。嗯，除了爱玉跟小紫苏，还可以选择芦荟哦。健康，而且其实芦荟它吃起来口感有一点点像椰果，可是不是 Q 的，它是吃起来像果肉。它是冰糖芦荟。哦。对，所以你在咬破这个芦荟之后，会觉得里面带一点点甜，微微的甜味。女生下午的时候，你想吃东西，但是又没办法吃很多，那其实喝这个就可以满足自己的口感。而且我刚刚在喝的时候，因为老板有说这是荔枝玫瑰露嘛，对，我刚在喝的时候，你会先喝到那个荔枝很重的味道，那我刚刚想说奇怪玫瑰香呢，现在才有感觉。它的玫，其实在喝这边，我发现它真的要喝一喝，然后你要离开，然后过一下，它的玫瑰香是自然从嘴巴里面散发出来的。对，在后味的。对，它不是在你喝的当下你会觉得哇好香哦，它不是，它真的是要等一下。哎呦，真的是香水，很精品哎，它是你先喝到荔枝。过一阵子，那后味玫瑰香就在嘴巴里面，唇齿留香。唇齿，对，机关在哪里？在下面。好特别哦。接下来，老板要调出一杯非常有自信的饮料，来挑战咪咪讲的味觉。翠玉柠檬。翠玉柠檬。哎，咪咪讲，非
非常讲究这一个饮料，因为我非常喜欢喝翠玉柠檬。好，来品尝一下，考验一下。好香哦，真的很香哎，因为它这个柠檬啊，喝起来是你先会喝到那个柠檬的香气。那它茶味，我比较喜欢喝这个，是因为它的茶味比较淡一点，我喜欢喝柠檬的味道。可是平常我们喝的那种翠玉柠檬啊，比较多，你会觉得就是柠檬跟绿茶啊，中间有豆点，然后是真的是豆点分开的两个东西。可是它这个是两个合起来，而且它有一种新的味道，是两个香气。是哪两个？有柠檬吗？那还有什么？柠檬，还有茉莉花。难怪，我想说，为什么会有一个味道真的说不出来，就是你觉得香，原来是茉莉花，就茉莉花跟柠檬结合出来的一个新味道。那可是我觉得它这个柠檬喝起来有另外一个，是品种不一样吗？柠檬？哦，它是台湾的香水柠檬。香水柠檬，哎，香水柠檬它就是它本来就一个天然的香气，那是不是在萃取上面比较不一样？对，这个香水柠檬啊，因为我们要采它的柠檬油，那柠檬油的话，其实都蕴含在它的柠檬皮里面，所以每一杯的制作，我们一定要用慢磨的方式，才不会让这个柠檬油快速的挥发掉。柠檬油，所以是加皮。对，因为刚刚有提到是慢磨，所以它不是像一般的那种原汁，就是这样倒然后加进去这样。我们是从屏东产地直送的柠檬，所以其实我们喝，给我调味，所以我们其实喝到每一杯的味道不一定一样，对不对？不一定一样。Oh my god！ 这杯是什么？我看到的到苹果，除了苹果以外呢？富士频率。富士，所以是富士苹果品种。对，它是富士苹果。我来喝喝看。好过分哦！为什么你的每个饮料都有香？是真的每一个都有香，它的这个就是很纯粹的苹果的那个香气，然后加上绿茶，你有闻到对不对？嗯，而且它苹果味很重，哎，它是加了多少苹果？一杯就是一颗，一杯就是一颗苹果，所以喝完这一杯就吃完一颗苹果。这里的每一杯饮料都有它独特的香气，耶。我觉得如果你买不起名牌香水的话，我真的很建议来这里喝香水，因为它真的很每一个都是精品。那如果想要来这里尝鲜，而且想要让你全身，我觉得喝完我现在有一种集合香水在我身上，感觉我现在是散发香味，我等一下走在路上可能会被抓走。变水果人，水果人，而且我觉得很特别，是原来天然的水果结合了绿茶跟红茶这种茶香。它散发出来的味道是你意想不到的。谁说外带杯饮品口味大同小异呀？啊，这里的水果茶哦，绝对是颠覆你的想象哦！相信大家跟我一样，刚刚那些东西不够满足你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时间又快到了，现在就呈现一种能吃，但是又不能吃太多的状况。而且你看，身上一包，左手一包，右手又一包。就让咪咪酱带大家去可以一手掌握炸鸡跟饮料的地方吗？帮我拿，帮我，帮我拿，拜托！谢谢！喂！啊，你是要逼着我们家的摄影师加甘愿呢？啊，赶快移动到火车站附近，这里哦有一家最近超夯的韩式炸鸡店哦。韩炸鸡好吃哦！我要一份。你看，你以为只是这样表面上看到装的不一样的炸鸡而已吗？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？那我们请可爱的维尼来为大家做介绍。Hello， 维尼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尼。好，来，我先看一下我们上面，你看饮料杯很特别的啊。然后先吃吃看你们的韩式炸鸡，对不对？哦，好香哦，这是什么酱？这个是红酱。红酱是传统的。那个韩式炸鸡会用到的酱吗？对，这是我们从韩国进口过来的。哦，
腿肉下去做的。哦，所以虽然是韩式炸鸡，但是呢，鸡肉是用我们台湾的新鲜鸡肉，对，而且是鸡腿。哦，对。我跟你说，像我们平常在吃韩式炸鸡啊，大家现在看到很多嘛，因为那个来自什么的你，啊哈，知道吗？对。我们吃到的都是用那种鸡腿，对不对？那常常你看就是要这样走着走着吃，那你拿那个鸡腿就会很沾手。那像你们总会把它做成像这样鸡腿肉的部分，因为我们是鸡腿肉的话，它炸起来会比较嫩，然后鸡汁会比较多，这样鸡汁会比较多。嗯，它这边还有那个白白的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萝卜。萝卜？腌萝卜吗？腌萝卜。哎，刚刚好，哎，这样就不会太腻了。对。好脆哦！这是你们特地找人家帮你们腌吗？对啊，我们是由韩国妈妈帮我们做的。好脆哦，很新鲜，很多汁哎！韩国妈妈，对，我们韩国妈妈帮我们做的泡菜，是我们客人很受欢迎，很受欢迎。你们的这个那个泡菜不会很辣哎？不会，它就是微辣，然后酸酸的这样子，酸酸的，因为。我们常常吃到的韩式泡菜会超辣的，而且因为它看起来，你不要看这样红红的，其实没有那么辣，大概小辣的地方而已。对，我们让小朋友都能接受我们的产品，这样。选用口感最佳的鸡腿肉，以多种独特香料搭配蔬果腌制，除了韩式口味，还有清爽和风日式以及香辣墨西哥口味，绝对能满足挑嘴的你耶。话说回来，这个号称爽宝贝的杯子还藏有玄机哦。这个是我们的专利杯，然后我们上面是装炸鸡，下面是饮料。上面装炸鸡，下面饮料，我们来公布一下，打开。哎，你看上面这一层是炸鸡，那下面这边来看一下，就是我们的饮料哦。好处就是，像我们学生最常烦恼什么问题，就是你是放学回家，然后你手上拿了一堆东西，然后又想吃炸鸡，又想喝饮料，又没手拿，最重要的问题来了。你是不是回家的时候，常常就是你已经吃饱了，然后妈妈就很生气，说煮晚餐你在外面乱吃。那现在你看，就刚好炸鸡一半，饮料一半，那你就可以各吃一半，然后回去又可以吃妈妈的晚餐，就不会被妈妈骂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哇，真的好方便哦！两种食品合二为一的贴心发明，吃饱喝足，真的能一手搞定哦。常常来吃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你会来这么常来吃？就价格比较便宜。价格比较便宜，那吃的你有没有觉得跟别家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它没有骨头。对，它没有骨头。没有骨头，对，讲到重点了。其实学生都很怕沾手，没有骨头真的很方便哦。再来再来，店家推出的饮品也很对味哦。柠檬苏打的柠檬，跟一般的外面喝到的那种柠檬苏打味道不太一样哎。对，我们是用雪碧配上柠檬原汁下去调的。其实来到这边呢，除了韩式炸鸡以外呢，也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品项。那未来有没有想说要再开发什么新的品项？我们现在有在开发一种棒棒腿。棒棒腿，可是棒棒腿刚刚不是讲到说会很麻烦吗？就手拿，然后会可能很难咬啊什么的。我们棒棒腿它是就是很方便，它就是咬下去，然后骨头就可以直接自动剥离吗？对，这么特别，所以跟卡通嘛，平常在看那个卡通的时候，那个肉，然后蹦，然后就跑出来了。对，哇，有没有想要尝试一下？那这是未来会开发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目前还在开发。有没有想要来尝试一下这么特别的东西？那千万不要错过哦！好，谢谢维尼。好吃，马西重要。好吵、哦！没有一个学生像你这样的啦，你怎么会有学生的样子？你不是学生吗？我是大学生。大学生也不会这样啊。我是准备嫁去越南的大学生。那就有点。